神奇小子咧嘅緣分咧，就係有一日古仔同我講咗個古仔喎。咁我聽完呢個古仔之後咧，我覺得哇得啊呢個古仔。呢部叫《神奇小子》啦，咁啊係講蘇華偉噶啦。咁但係今次個名字你聽到叫媽媽的神奇小子啊嘛，即係用一個媽媽角度去講蘇華偉啊嘛。咁你今次又嚇做咗除咗演員之外，你又身兼監製喎，咁啊辛唔辛苦啊？辛苦啊！係嘛？好彩有你支持。見你都好落力嘅喎，我有時行出行入，見到你去邊度啊？你話我又做緊後期嘅。我自己碰到你做後期啊，起碼都係10次以上。係啊。即係你睇住剪片，你睇住所有嘅每一個對白點執啊咁樣，甚至係現場你又咁，所以我知道你好出力啊！今次呢件事啊。最吸引我咧，就係因為真人真事。媽媽神奇小子咧，就係關於一個輸嘅人，最後尾能夠成功打到上去嘅一個勵志故事。